Selena 自从和庄臣宗离婚后，已经单身将近六年。之前她才坦诚有弟弟在追，没想到三日她就真的被路媒拍到，跟一名鲜肉在大街上甜蜜勾手，最后还一起进入饭店的照片。随后她也火速认爱，我的春天来了。据了解 ，Selena 的新欢眼镜男姓徐，是一位从商的生意人，年纪大约33岁，双方差了7岁左右。这一段姐弟恋其实从去年年底就萌芽，当时 Selena 准备到大陆工作时，男方就爱相随，甚至在机场偷偷牵手，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。这是 Selena 离婚后的首度认爱，不止粉丝涌入给恭喜，好姐妹 Ella 也调皮留言：这么大方认爱，那我就大方祝福喽！春天来了，好幸福啊！亲妹妹任容萱则说：姐姐开心最重要，并呼吁外界给予姐姐恋爱的空间，超级替姐姐着想。就连前夫庄臣宗都向媒体透露 ，Selena 有将新男友介绍给他认识，还附上微笑表情符号。至于其他细节，他则回复：“其他你们问他吧。”可见帮 Selena 互爱的用心。分手后还是好朋友的最佳典范，完全就是你们，大家都要幸福哦。